弟。哦，对对对，哦，不要蹭拍，你假拍的，不要闹。你不是叫我拍你？国三，国三，国三。母语十个字就好，母语十个字，眼睛，眼睛。我觉得一二三呢。男生，男生怎么讲？男生啊，李贵。女生，雷令。哦，那脑中想的。你会不会念大学？大学我就不会。哦，会了。那以后想做什么工作？就是我女朋友，你可以拍她。很漂亮啊。对，很漂亮。我女朋友，你拍她了。那明天会去那个世纪运动会吗？我应该是不会，我要工作哎。啊？我要工作。你是潘家的吗？还是哪一家？姓什么？我姓王。有没有那个导演的名字？一七六。等一下，这边只有你有理我，你先不要跑。只有我理你啊！大家都没理你啊！哎、欸，怪理他呀！林林会不会唱歌？来两句，来两句。我舅舅在那边，我舅舅会唱歌。唱两句，快点。好了，你不要只走路。哪路弯，哪路弯，哎呦！等一下，来喽。好了，那个有没有啊？你说以后想做什么工作？再讲一次。我应该会是董事长。董事长。对啊。那要不要喝白打？我请你。高中要念哪里？啊？高中要念哪裡？输水，输水。念什么科？哈？轮机，轮机。那以后要当海军吗？对。你爸爸是不是很高？我先照一下。我爸爸很矮，比我还矮。那你们家几个兄弟姐妹？我四个姐姐。介绍一下。介绍一下南山村跟别村有什么不一样？啊？介绍一下南山村跟别村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们南山村很热情，太热情了。热情，我们是一种爱，我们用爱来心意和平。那我怎么都没有感受到？我很有爱啊。啊？还是我们去喝一杯？对，我们去那边喝一杯，走。这全家什么时候盖的？这全家三年前。三年前？那个 Seven Eleven 呢？两年前。啊。那这我舅舅，我被访问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那个有去砍菜过吗？有，我很快。几岁就开始砍菜过？今年哦。对。那会不会种菜？别动，给我拍一下嘛。会一点点，会一点点。等一下晚上我就要下去，因为明天世纪运动会，会去吗？那你要怎么下去？坐公车啊，等一下坐三点。OK OK。那个。我会一点点。我现在有点尴尬。现在大同不是大同国小几个人？不是大同国中几个人？差不多五六十个吧。五六十。哎，你们之前不是有拍哈勇的家，不是在南山？哎，对，我以前是读那个复兴。那怎么？你有没有进去拍摄？没有。没有。你的有聊过？好，站脚了，站脚了。你的导演名字叫什么？已经漏掉了。太多了，我先暂停，你先压一下。不会吧？我先去找人。会不会 B-box 突然又来啊？我不会 B-box 不适合我，我只适合天之骄子。三角龙。天之骄子是歌名吗？没有，不是。这旁边这都你喝的吗？啊？对，都喝的。OK。宝丽达威士比伯利康什么不一样口味？我不知道，我没试过。可如果要试的话，我们现在可以试。哪一种牌子的烟味道比较特别？有闻过，没有说，没有说你抽哦。我要压一下，我要上课。好，站脚。我在那边等啊。没关系，我先走路去大同国中。你别打，等一下。哎，你先停止，快点。你停止一下，停止。我以前来的，好。你先帮我停止一下。不是叫哎，种菜哈。啊，这边是等一下那公车，学生要坐那个坐下去。这边是全家，里面满满的大同国中的泰雅族的未来的明星歌星帅哥美女在里面。啊，五大是 BB， 就是那个叫文昌武圣，然后复兴南岛原住民语言文化，啊，还有泰雅族的语言文化。刚那个姓张的雅弟买的汉堡哦，感谢哈、哦，感谢那个松罗雅弟，那个姓张的雅弟的爱心哈、哦。我的是 B 坐在这个公车亭这边在剪接影片，哦，那个对面才是松罗村哈、哦。刚刚送我那个阿姨
感谢哈，刚刚送我这个早餐，谢谢阿姨爱心哈，感谢，非常感谢。我刚刚坐在这边滑手机哈，我那个他们没有排斥我，没有歧视我这个，非常有创意，然后推广文化的名字，要讲一下，这是阿姨买的那个早餐汉堡啊。跟这个饮料，刚刚又给两瓶水哈。这边是松罗虾弄哈。然后那个早上刚刚有一个雅弟，那个扫地的姓李的，那刚刚送早餐那个雅弟是姓张的。那姓李的雅弟刚刚赞助，200块哦，那我要到时候储值。厨子要做公车用，啊，前面刚刚那个雅弟赞助200块，姓李的雅弟，然后我跟他讲那个名字，他说没什么，那个雅弟说那个就是艺术啊，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。好，感谢那个雅弟哈，礼拜天晚上哈，4月16号的晚上，那个在松罗这个公车亭这边哈，松罗公车亭这边旁边这里跟这边有人那个恐吓哈，丢了3颗应该是雷炮哈，然后这个是伦皮派出所哦，那个远景的爱心物资，非常感谢哈。那个三星分局要记一个大功哦，要记一个大功给这个有爱心的三位员警哈，三位那个汉族员警哦，不但是比比受到恐吓之后哦，他们爱心关怀押金的哈，让我收金一下，感谢那个三星啊，不是伦皮派出所的三个员警哦。好，那个，好，先到这边。那你干嘛还要批评我们？你第一，我们盲从第一的话，你就不要再包，你就滚嘛，你就走嘛。啊，对你不爽就是这样讲，是你我们对你不爽，是你对我们不爽。你一直是在对我们不爽，还泼还写这些侮辱我们原住民的那个名词。你到底是不是原住民？你是打人还是独孤啊？不是一样的同生同源种的吗？你是没有祖宗了吗？你是没有祖先了呀？气死人了你！又有水准的人怎么会做这种事？是这种叫做有水准吗？这有文化的含义吗？有吗？你去问你自己，你是想表达你什么意见？我们不管你。你是在制造我们村跟大同乡是我们原住民的，你是乱伦啊，乱伦道德的吗？怎么成立这个工作室？母语哈，我们原住民母语，你生小朋友说，这个你是哪这个母语没有汉字就没有法律规范，你是不是？你公然在社会规范，你公然侮辱我们本村，我们本村也有权利提告你。虽然不敢动你了，不要打你，没关系。只要打你，你要钱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都要钱了。你是公然侮辱了，虽然是汉语名词，你是找这个法律漏洞啊。我们原住民没有那个法条跟法理，可是你用汉文意思是全原住民可以公然跟你敌对，你用这个名词做什么？那一呆你就呆你自己，你还破网对我们出名的意见。什么第一猫村第一村啊，乡长县长跟你有关系哦，连骂你就骂进去了，连讲都要讲进去了，这个什么城府很深的、啊、你这个城府很深的人，你以后有什么作为？你以后会有什么作为？你的名字叫50BB， 你的名字叫50BB 嘛，对不对？大家眼睛叫你50BB 啊，50BB， 无耻啊！不是原住民，你是打压你，
你什么？你是来侮辱？